点虾，有差不多四五只虾啦，还有一点葱头啊，而且是好像猪油炸来的，哦，粿条，我是叫粿条。菜呀、啊。就是这样子了。当然不好吃啊，最主要是它的汤。它汤不错嘞，是清甜的。哇，很多人呢。很多人哦。好。我看他虾新不新鲜，那个猪中片。好吃哎！好吃啊！辣椒好不好吃？十块钱，嗯，不错嘞，很浓香。他不会讲放很多冰。对、啊。OK。汽水一样的、啊，嗯，好像汽水罢了，它是一点苦涩味了，不是很淡的苦涩味罢了。嗯，转一下给你拍，这是清凉饮料，清热解毒，淡安龙。海鲜吗？在虾这个菜呀、啊？好吃，好吃哦。嗯。OK。来，
pass， 它叫 coastal pass。嗯，我那里开始吃的，这边啊，这是咸蛋鸡扒，不错啊，看起来它的卖相很好。嗯，好吃，好吃，没有焦臭。Rice， 嗯，薯条，嗯，我觉得这很新鲜，刚炸出来，它不会很凉，软软那种，炸了很久那种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这可以吃。它是啥？是咸蛋吗？嗯，味道不一样。这是他的福州鱼们，嗯，还好蛮多法国。几天才有？好像不是算 every day 是吗？你要看他的 menu 啊，还好蛮多法国一些。嗯，它不会很甜，很香哦。它的料，它的料很多，嗯，你看它的料很多、啊，都是没有什么水啊。反正闷太迟来了，不过还好把过很多。这是阿达阿达兰花纳西的嘛？它价钱是12.9。蓝色的饭啊，兰花兰花，不过不便宜嘞，它的分量是蛮少一点。我是第一次吃罢了，不什么味道。其实没有什么味道了，吃不了了。没有那个香味吗？嗯，没有，没有这个什么味道。就好像刚炸出来，这个应该是很新鲜。我大大，嗯，这个大大的，嗯，这很香，好吃的。咱们很少吧？好吃吗 ？OK 啊。它刚才是蛮脆的，okay。 啊，yeah。
怎么样？蛮丝滑一下，是不错了，不是一点甜了，2.9元啊，2.9元嘛。
苹果，青苹果吃。我叫他不要加糖，不要加冰 ，OK 吗 ？OK 啦，青苹果的味啊。180酸甜酸甜的。我都是在 Facebook 看到你，在 Facebook 看到你的，在哪里看到我的？ Facebook Facebook、哦、有什么是这个不分的？你不是叫人家拍吗？不是2011年我就走了、是吗、我的仔就是在那里在那里做工作、名字姜蓉真粉 啊它是拿，它是好像我们以前在那个SC 不就吃那个啦，拿去蒸的。我们以前是吃那个果条拿去蒸，这个是米粉蒸一样。嗯啊，放很多姜哦，都是姜，15块。这
这个是比目鱼，是有点贵啦，因为是鱼的关系。放几斤？15块。没有啊，放几斤？来，好不好吃？它是属于清汤鱼粉那种了。有那个鱼香味、啊。OK 啦，其实是 OK 啦。如果你不喜欢吃那种 spicy food， 它是 OK 的。如果你喜欢吃那种 spicy food 啊，就是就不适合咯。它汤是蛮经典的，蛮贵一下的薯条，我觉得。OK 啊。好多块鱼，1、2、3、4，我吃了1块、5块鱼，15块钱。嗯。是有一点小贵了。可能这边的当主的关系。应该买了，啊，好，给了，OK。应该是买那个，因为它扎桌嘛。你们可能在那边。啊，那，一毛，还不一，啊，一毛不一，三毛还多点，四个，四个。哦 ，OK， 一毛扎桌了，你是第一，还是第一呢？好，第二。再来盖。我这样说进去。panas. Berapa ya semua? 2 ringgit juga. 2 ringgit. Masih banyak sejalan. Terima kasih.
Itu ini masak mie goreng ayam.
这个巴沙马拉买的啊、台湾 sweet corn， 嗯，台湾甜艺术薯啊、嗯，是吗？这个很 fresh 哦，我看到它真的很 fresh 哦，这个，嗯，好吃。很好吃，多甜，香味，嗯，这次是罗汉果的，3块钱，三块钱，一点甜呢，我觉得，太甜了，就甜了，就甜了，哎呀，那你给钱呢，我交给了。天气真的太冷。这个虾饼啊，这是虾饼啊，肉包啊，叫什么名字啊？肉包。嗯，很脆。它是 crispy 的嘛？它不眼睛，它不眼睛。OK。很脆口。怎么不能包？这是。这是肉包。肉包。Let go. 它是软的，哎呀，嗯，软的。这个是好吃。刚才那个是脆，这个是软、嗯。其实是一样东西哦。嗯。来啊。这个买的沙爹，1块钱一串。这是鸡肉的。沙爹最主要是它的酱，哇，这酱好像有点稀的样子。沙爹是 OK， 还有那种烧烤味，只是我觉得它的酱有一点水分太多了一点。OK 啦 ，Average 啦，不是讲很好吃那种。OK。买了5只呢。我们买5只，对。好吧，金门，老王金门，我好的那个 cucumber 跟那个 red onion 是蛮 fresh 的。花生酱，不错。嗯，对，我们在马来当买的炒米粉跟面，上次送的，1块钱卖了。好，马上问你。OK 啊。嗯。它是属于经济那种的，那5块钱是很值得啊，吃得饱咯。如果是花那5块钱啊，我看吃不饱人嘛，自己大份人嘛。两个人的分量哦。嗯，对啊。
炒粿条，七块钱。OK 了，七块钱。好吃。我看到是一碟一碟炒的嘛，有那个锅黑呀、啊。嗯，好吃。嗯。超喜欢。Okay. 还有鸡蛋、豆芽、粿条，差不多了。我觉得是蛮好吃的。不接。Kali-kali ada lah.